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ol 的 Pan， 今天我们来玩酷的是 Cookie Mama Tree Shop and Shop。好了，今天我们来做 Cream Brulee Creamer Brulee Creamer Brulee。好了，它应该是叫这个应该是叫 Cream Brulee。好了，不明白。总之，我也不明白是什么。OK， 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打鸡蛋。打鸡蛋，哟呵呵，耶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What the？ 喂，没有时间了，不要玩了。OK， 冷静点。喂，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真的，我没有时间了。喂，no， 喂，我刚刚是怎样打的？请问？Sorry. OK， 好了，我也忘记我第一次是怎么打了，感觉像好难啊。22 gram。OK。哦，这么简单吗 ？Wow, even better than the mama. 呵呵。这是什么？哦，牛奶吗 ？OK， 加三小，哦，加 fresh cream， 哦，为什么 cream？OK，、okay, 有点恶心哎 ，cream 在烧着 cream 啊，哦，这是什么 ？Rum，OK，、okay, 为什么不加干浆糊？哦，卷豆 ，Oh shit， 好了，算了啦，哦 crap。OK， 原来是不能乱按的，我太多手了是吗？好了，不管了，这是干嘛？哦，把那些 cream 倒出来吗？哦，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哦。Oh, bonus! Yay, bonus! Wow, even better than the mama. Of course. Oh, 还有三个步骤，最后三个步骤了。这是干嘛？哦，为什么虫这么少，还装那么大？哦，莫名其妙的东西。你看吗？我只是装一点点它。OK， 太可怕了。这实在太可怕了！哦，OK，everything is fine。当当当，成功 ！OK， 我真的很想知道，真的是这么做的吗 ？OK， 哦，这是什么 ？What？耶、yeah, ，bonus！ 你要等它到蓝色这里才按，就 well done 了。呵呵。OK， 来吧，这是。哦，这是烧吗？对了，就是烧。哦，好像 muffin 这样的东西。哦，烧得好浓啊！你确定这么你吃这种东西不会有事吗？烧得太浓了吧？要不试看把一个烧龙看？好吧，我们就把这个烧龙。OK， 烧，我有点不舍得烧龙它。好了，不管了，不要了，反正我的成绩已经很不是很好了，就不要烧龙它了。OK， very well done， yay。好了，result， Creamer Brulee， Creamer Brulee， 来，大家跟我训练 Creamer Brulee。好了，我就知道你没有练。好了 ，Creamer Brulee。OK 啦，不管了，不管他怎么读 ，Safe， 耶、yeah。
哦，没有 bonus， no。OK， 算了吧。好了，今天我们也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会继续更多的继续什么 ？OK， 我们下次会继续更多的 Cooking Mama Tree Shop and Chop。大家再见啦，拜拜。